你觉得它溶解了，好，它已经溶解到差不多一半了，你才能把它洗掉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现在去角质。好，那每一个一样到前面来跟老师拿去角质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已经是全脸，如果你的脸真的很小，其实是可以大到脖子都没有问题。去角质，痘痘会越来越少。对，没错。所以，因为痘痘它们形成都是毛孔阻塞的关系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把它深层的去角质。好，来，如果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觉得它溶解的人就可以先去洗脸，然后马上回来。